四川的梁女士给老公买了三盒护肝片，结果后悔了，后悔没有早点买。给我老公买的三盒是真的很好用，我啊才吃了一盒就不敢再吃了，是真的很满意。开始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降了，降了，降了！你胆子可真大，尿黄屁多，嘴巴臭都不管，一喝酒就醉，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呀，吃满意了就不要再吃了。可是我还想再吃一瓶。 我怕你再吃啊，你老婆都不认识你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护肝片啊，它可添加了名贵的药材灵芝，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成分。你要是想护肝呀，我就给你一瓶，拿着。虽然这款雅博人葛根灵芝护肝片便宜好用，还包邮到家，但是真的不用买太多，因为雅博人葛根灵芝护肝片。 就是专门针对肝损伤的酒友们研发的，趁着官方啊搞活动，我们雅博人厂家给大家争取到了50元的大额优惠券，点击下方全国包邮。很多朋友呢顿顿喝酒，冲而导致的口苦口臭、尿黄如茶、头晕头痛、爱冒汗，你的肝还能撑多久呢？它呀专为肝损伤研发。 葛根灵芝成分存，才强劲，还便宜，喝酒护肝，每天呀还不到2两酒钱，还有官方蓝帽子认证，别等错过厂家直发价才后悔，点击下方买起来吧。大家看啊，肝出了问题啊是不可能自己好的，不用喝护肝茶，也不能用民间偏方，更不需要忌口戒酒，放心吧。 不用受苦，也不用花大价钱。肝不好的人，把嘴给我闭上。我只教你一个方法，如果你要划走呢，我也不拦着你。毕竟被肝不好折磨的人是你，又不是我。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指甲有竖纹，胃胀烧心，肚子大。 尿黄放屁多，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头痛头晕，疲惫乏力，提不起精神，这是您的肝呐，正在发出信号，不要拖拖拉拉不重视了。调理肝不好需要好几千吗？太贵了。调理肝不好需要3-400吗？太贵了。调理肝不好只需要几十块？是真的。 因为便宜啊，很多人刷到我就划走了，很多人劝我不要再拍了。可是我不想放弃，我想让更多熬夜喝酒的人知道这个改善肝问题的雅博人葛根灵芝护肝片有多好用。只需要每天2次温和好吸收，养肝护肝不伤肝，由内而外的调理肝问题，头晕头痛、爱冒汗、流虚汗。 指甲有竖纹，嘴巴臭烘烘，四肢不胖，只胖肚子，肚子大的呀像皮球，睡觉流口水，打呼噜，尿黄如茶，胃胀烧心，爱放屁，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头发油，爱掉发，疲惫乏力，头痛头晕，不用乱找方法了。以前嫌贵的朋友啊，现在可以把嘴闭上。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善肝的问题，赶紧点击下方链接查看详情。